大家好，今天是七月十七号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欢迎您来到大云有故事，有大云文创您所做的网络直播节目。这是我们第四次和大家见面，希望我们越做越好，也希望您看的有收获、有满意。这一个星期，台北市的气温未来仍将预测是非常闷热。 这是坏消息哇！但不管怎么样，你待在冷气间可能不见得有这种感觉，但的确走出户外相当炎热。因此，今天接下来在这半个钟头当中，我们要跟您谈三件事情，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中，能给你带来一些收获跟一些享受，或许吧。我们现在有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就是在目前我们台湾的蓝绿恶斗社会当中，究竟我们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也没有办法做到彼此的互相尊重。 甚至彼此能够共同来替社会制造一些祥和的气氛，而不是永远在对立甚至对打。今天我们要谈第一个主题，这个第二个就是从韩国最近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又调整它的最低时呃薪资啊、呃，这个里面我们看看台湾的民众究竟特别青年人我们的经济是如何，以及经济学者对我们的预测。当然还有第三件事情也告诉你，现在大家都讲的是叫做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你害不害怕？今天又听到了国外很著名的这个企业家警告，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的话，他预测未来甚至人工智慧有可能挑起世界战争，那真是很恐怖的事情。因此，今天我们就要跟您分享这三个主题。好，第一个主题，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谈领袖能不能够彼此做到互相尊重。上个星期，我们刚刚度过了台湾这个纪念我们解严。 解除戒严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的戒烟日子怎么样子？那可能年轻人你不记得，我还记得，因为我那时候是生活在戒严的时代。戒严的时代当中最不方便的大概就是你很多的事情你就会想到，不见得能够这样做。很多的言论、行动以及包括你看到的舆论乃至于媒体都是受到限制的。当时的报纸。 也只有那几家，只有三大张，很简单，不像现在一翻开一大堆。因此，光是看报纸那时候就是一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在解严三十周年，也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的七月十五号、十四号那天，我们看到了蔡总统他在脸书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向台湾人民致敬。他希望未来在我们继续解严的三十周年之后，我们更能够各个的政党领袖能够蓝绿放下对立。 同样都以台湾的主体为思考，希望我们蓝绿不要再进行恶斗了。这句话讲得很好，但是做不做得到，你我大概都有一个大问号。因为我们接下来又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在上个季期同样发生。光是这蓝绿国民、民进两党在立法院为了一个前瞻计划的预算，几乎又进行了意识对抗，甚至我们看到的两位这个我们的女性议员呢，在会场内。 是几乎是大打出手，当然最后真的是不是打了一耳光，但目前大家是众说纷纭。但至少我们看到了许淑华委员、邱意莹议员这两位委员，他们都可能都非常觉得委屈。而社会上也再次又看到了我们的立法委员再一次为了意识而争斗，甚至是大打出手，这绝不是第一次。当然，很多人预测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蓝绿的对立，不要对抗，不要恶斗。 这真的有可能吗？因此，今天我们就要举出一个例子来告诉您。事实上，我们真的看到一些国家的领袖，他们放下了彼此的仇恨跟对立，甚至做出了很多合作的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我给你看看，也同样是在上个星期发生。这、就是上个星期在七月十三号那天，几乎就在我们的在总统发表这个脸书要求蓝绿放下恶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件事情。 你看到就是，这是两个铜像，这个铜像当中我们要合照那张照片，铜像的照片，铜像照片很有趣。这两个铜像当中，你看到中间露出来是谁呢？一定很记得他，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装可爱吗？不是，他是在气势上参加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这活动是在美国的休斯顿，德州休斯顿进行。这个活动叫做这个呃……这个。 领导学者的领袖学者营，这学者营呢，基本上就是像台湾的很多智库或者政治团体所办的活动一样。不仅他参加，他还有另外一位前总统也参加，那就是小布希。这两个人分别是美国的这个第四十二跟第四十三任两任总统，都在这个会场上。这个会场上大家都很奇怪了，他们两个怎么会坐在一起？他们两个不是政敌吗？ 一个是当中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啊，甚至这个小克林顿还曾经击败小布希的父亲老布希。照理说，以我们的思考来讲，他们在政治上不仅是政党对立，甚至彼此还有一些国仇家恨。国仇太严重，家恨可能有，因为你把我父亲的整个的白宫的竞选连任之路给打乱了，最后你出来了，把我父亲骂一顿，最后你赢了，然后你上了白宫的宝座。 以我来讲，政党对立，而且彼此还有这父亲上一代的时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能坐在一起，彼此来互相谈论很多的国家大政计划呢？这个正是今天我们要告诉你的，为什么这两位对立的领袖能够做到？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渊源的。我刚刚讲到了这两个总统，基本上他们都是呃过去美国的白宫总统。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他们的其实任期很有趣。 呃，一位是四十二任，一位是四十三任，四十一任当然就是老布希，也就是布希总统的老小布希的爸爸。这三位总统，美国惯例来讲，总统在他们离开之后呢，他们都会筹设自己的总统纪念馆或图书馆，或我们叫做呃纪念中心。 当然不像我们这中正纪念堂一样，那个好像是这个国家的，他们是私人募款之后，由自己私人的非盈利组织来经历。美国每一个过去的总统都有这么一个基金会、一个组织中心或者纪念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很多了，最后建立之后，很多时候久了我们也忘了他们是谁，突然令人给人凭吊之外，好像也没发挥什么作用。于是这三位。 还在健在的总统老布希、小布希和克林顿，就想想他们能够做什么，还包括了当时的三十六任总统詹森。这四位总统他们的基金会就共同决定来做一件事情。他们觉得，与其彼此只是各做各的，不如能够结合起来，然后来能够呃结合起来，把彼此的过去在政治上的共享的经验、资源，以及他们对国家的展望、前瞻的观念。 能不能够透过一个学术营的方式，来分享给美国的下一代子民，甚至能够培养下一代的领袖。于是，这四个总统基金会，注意哦，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世代，还是来自于不同政党？两个民进党，呃，两个对不起，两个民主党，两个共和党。这两个党派本来应该是政治对立，但最后他们四个前总统的整个的纪念基金会决定。 要把他们合在一起来进行成立一个组织，这组织就叫做总统领袖学者营。这个学者营的组织呢，是在三年前成立，成立之后呢，他们每一年以半年的时间来培训六十名的领袖型的各地方来自各团体的不同人物，在这半年前当中分六个礼拜去参加不同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呢。 完全由这四个总统的基金会跟纪念组织来支库，因此他们不必付任何费用，你就来就好。所有的食宿费用、学费全部由基金会来负担。这样子，这四个组织之后呢，就结合起来，他们成立这个学者营。从三年前开始到现在，已经培训了超过了一百八十名。他们说，基本上不是接受所谓的年轻人去，而是已经在地方各阶层、各领域。 你有担任过领袖工作的，你可以到我这边来上我的课。而这课程里面，来自各不同党派的学者、领袖以及各种不同党派的人，他们会到这里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也告诉他们对于国家未来的方向。当然，这里面也许如果照我们今天台湾的情况来看，有共和党、有民、有民主党，他们来自不同党派，有独立人士，这些人代表是不同的政治理念，也代表不同的思考。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领袖，他们来自于过去可能是对立斗争，但最后他们把彼此的资源结合起来，然后促成了一个这么样组织的诞生。这类组织在台湾，我有我们，我们也看到过去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他们都有所谓的都有这种所谓所谓的这种呃基金会或各种组织啊，这个组织。 而他们就会在彼此在之间有些可能不同的活动，但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国家的总统的各个组织呢，基本上他们都是自己为来办活动，而不是彼此能够结合起来。因此，我们想想，你看到了美国克林顿他跟小布什总统，他们能够把彼此之间的政治仇恨或者政治对立放一边，而且彼此结合做一个组织。 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台湾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不同的总统，在过去的总统也能把他们的自己的基金会或者是智库组织也结合起来，办这么样一个青年的学术活动，来告诉我们他们能够结合起来，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蓝绿如果能不能够放下对立，我个人可以建议，是不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前总统。 几位前总统乃至于现任的蔡总统，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基金会或者所谓的纪念组织或者他们的思考组织或者他们的这些所谓的智库单位或者学术营，也是不是能够结合起来来办一个这样的学术营，彼此之间放下政治对立，彼此放下之间政治不同的思考，而邀请的所有的人，他们可以听到不同党派不同人聚合在一起提供他们的意见，彼此之间你可以有对立，可以有不同的思考。 但是，基本上应该以国家为一个共同的方向，这不就是结束蓝绿对立，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吗？因此，我个人建议，是不是能仿效我们刚刚看到美国这种做法，也就是把不同的总统来自于不同党派，他们能够放下彼此政治对立，而结合办一个类似这样的培养下一代领袖青年的这种活动，让他们来分享不同政党的理念、经验以及。 培养一个国家团结的信念，而且最后呢，能够在这个信念的舞台上，来看到我们下一代的政治人才在我们的世界上。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也许方法。如果蔡总统他提供蓝绿要对立的话，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但很有趣的，在这次的场合当中，当然我们也很难得的看到了这两位总统共同在台上。因此，大家会问，他们又是怎么能够放下对立的？ 接下来我就引述一下他们一些重要的内容。这两位总统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放下对立，就在于彼此尊重，彼此互相能够珍惜这个这个看到对方的彼此的长处，彼此能够互敬，而且互相相持。他们在后来表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虽然政治上我们是对立，但他们彼此都体认而且佩服对方的能力，他们也都佩服对方。 对于他们理念的坚持，因此他们在很多事情，他们会拿起电话请教对方，他们也会听对方能帮自己做什么。到了后来，小布希总统就邀请了克林顿跟他的爸爸老布希，他们两个过去在竞选是政敌哦，最后还能够在一起去参加南亚海啸的赈灾工作，这就是一个合同的一个团结的力量。 到了那个团结的力量之后呢，彼此他们发展了很多情谊，因此这两位政治领袖告诉我们，如何能把政敌变成朋友，甚至彼此相喜爱的同志呢？有可能，那就是互相的彼此尊重，互相的彼此的能够互相的协助，彼此能够重视对方的能力。但最后他们也谈到了很多其他事情，包括了这两位总统一旦离开总统位置之后呢，他们最怀念什么？克林顿讲的最好。 过去的时候，总统一进屋子，立刻有乐队演奏音乐，国家领袖进来了。现在呢，没人给你奏乐，这是他大家最不习惯。的。另外呢，这个小布希子怀疑说，时间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去打发，所以他开始学画画。至于他们任内最满意的什么事情，这时候你看到两个人不一样。克林顿讲的是他最满意的，是让美国的经济成长，让大家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小布希子说，他最满意的，他的家庭还能在八年时间维持圆满。 因为他有女儿，当时正是在青春期，因此他说能够把既把国家正事做好，也同时做好一个好爸爸，他认为这已经就是最足够的事情了。他们也都认为，未来你如果要竞选总统，他认为国家需要总统最重要的总统条件是什么？他们说的很好，就是最意外条件就是要尊重人性，同时要谦卑，是吧？这句话我们好像也听过。 尊重人性跟谦卑，但问题就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究竟有没有做到呢？因此，他们两位也特别提醒：一旦进入到总统那么高权力的位置的时候，你最应该担心什么事情呢？就是会远离人民，因为你最后你被很多人包围住，而最后你听不到民众的声音，你忘掉了人民的生活疾苦。这是这两位美国前总统他们在这次的。 整个的领袖学者营当中的一个毕业典礼上，彼此相会，谈到了彼此互相的尊重，怎么能够做成朋友，又怎么能够做成了彼此互相喜爱的盟友？接着呢，还有办共同的活动，又怎么样放下彼此的对立？同时，也勉励所有未来的政治领袖该怎么去做更好的国家领导者？那就是你永远要记得人民为先，永远要记得人民的声音才是你最重要的使命。 同时，永远要保持尊重跟谦卑。哇，这些话，我们的政治人物，我看每天都挂在嘴上，他们讲的比我还更好。但是，听听别人讲的，听听别人做的，我觉得，最多在台湾的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不仅要讲出来，同时你还要能够做得到，这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如果今天台湾能不能放下蓝绿对立呢？ 我觉得看到的美国总统、前总统小布希跟这个克林顿，他们能够共同办这么样一个活动，而且就在上个星期发生，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例子，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其实他们这段谈话四十多分钟，在 YouTube 在网络上你就看得到，可以去看看。就是美国小布希跟克林顿两个同台谈领袖领,袖领导，以及彼此政治人物怎么样能够放下对立，这题是台湾很重要的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第二件事情。这个第二件事情大家应该很有兴趣。韩国人这是我们的经济竞争意向的对手。当然现在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对手，觉得我们已经把被抛得太远。但我们总是喜欢把韩国的情况跟我们来比一比。大家看韩剧、听韩曲、看韩国的韩星、看各国的韩潮。但是我们看看韩国，韩国最近有两件事情，特别都在最近发生，而且今天早上你在报上可以可以看到。 第一件事就是韩国，他把他的这个经济成长，这个韩国宣布他的调整，他的所谓的最低工时的薪资，最低工时薪资其实调整就是新韩国新的总统文在寅他在当时竞选的政见之一，而他推动之后，在中小企业主与政府的共同协商之下，宣布已经从这个星期将要开始推动一个新的薪资，这个薪资最高薪资是什么？ 最低的时薪从明年开始将调整到新台币两百零一块钱每个小时的薪资。台湾目前的时薪是多少？是一百三十三块钱，因此可以知道比我们台湾的时薪高了相当多。因此来讲，最低的月薪将会达到四万两千台币，而目前我们台湾的最低月薪呢两万一千台币。台湾跟韩国在过去以来，我们的上班族的薪资其实已经差距很多了。 在过去来讲，在二零一三年的时候，根据调查，当时韩国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拿到的薪水可能接近台币五万。但你看看到现在，我们的最低薪资大学毕业生大概拿的还是两万三到两万六万之间。但韩国已经把它的最低时薪调高，超过了我们，同时把最低月薪也调高，超过我们。当然，对韩国人民来讲，这更是一个天大的消息，因为调整的幅度高达百分之十六。 当然，这是一个总统实践他的政见，但会不会带来问题呢？实际上，韩国现在也很担心，因为对中小企业主来讲，这一定是莫大的压力。你看看，我最近我们台湾推动一立一休，有多少的业主抗议？觉得韩国的经济是好消息吗？恐怕也不见得。因为我给你第二个同时发布的讯息，也是上个星期，刚刚我们看到了韩国，它是调整了它的最低时薪，同时让人民。 也就是上班族的薪水更高，这是实践总统的政见，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我们看看实际上的经济的市场数字呢？韩国在上个星期也同时发布了这个，我们看看韩国的就业率、失业率。我们讲韩国的失业率，在刚刚发布了今年到六月底的第二季的失业率，他们失业人数是一百零八万。 这已经是过去以来最高的，而其中一半以上，超过百分之五十呢，都是具有大学学历。十五到二十九岁的青年失业率是百分之十点五四，这都是历史新高。因此，你必须把两个消息合在一起来看。韩国人，我们今天听到了，他们把最低时薪，也就是最低的薪水，以及把月薪调高，但同时我们看到，韩国的失业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特别是那些有。 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因此两个休息加起来，我们看到什么？韩国的经济并不好，韩国的政府希望有各种方法促使中小企业主，让各韩国的年轻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事实上，韩国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大学毕业生，他们工作是很困难。这原因很多，我举几个例子吧。韩国很多大企业，我们听到了三星啊、现代等等，但要进去非常之难。 当然，进去之后你的薪资很高，但在外面的这些大财团以外的这些企业主呢，他们给的薪资呢相当的低，而且经常进的是很多的非正职员工。因此，很多大学毕业生你要就能够进大企业，否则话那你的薪水就不怎么样。因此，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工作而等的能不能够考进这些大企业。因此，谈过的年轻人很多人薪水拿得少，正职的工作难找，大企业更难进去。 这三个因素也造成了很多的南国、南韩的大学生，他们不仅就业困难，而且他们在普遍的失业率里面是相当高。因此，南韩今天把他们的最低时薪提高之后，对经济带来究竟是好是坏，就要看后来政府的配套措施，包括企业主能不能够得到政府的税收的减免的优惠，然后加惠这些所谓的年轻族群。但是对于那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恐怕跟我们一样。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南海的情况跟我们这边不一样的。我们台湾是因为好工作越来越少，南海呢是好工作根本进不去，是有，但门槛相当高，也造成了很多大学生在几年的念书之后，他们的就业等于是白投资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可怕的讯息是什么？韩国同时发布一个调查，是韩国人现在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应该要久一点，因为他们算了算。 到他们如果真的五十几岁、六十岁就退休的话，哇，这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去弄？因此，韩国的这个人力调查单位也配合政府单位，他们在上个星期发布了一项调查，他们调查的是什么？很有趣，调查是一些就业的人口，以及还在就业，特别是那些三十岁、四十岁的上班族，问问他们，你还准备什么时候退休？ 你记不记得吧？最近我们讨论一例一休，我们公务人的退休年龄，当然最后希望拉高到六十五岁。但对于老师，我们还是同意他们可以在五十八岁就开始请领退休金。因此，台湾很多人觉得啊，早点退休，但这个前提是你的退休照顾要很好，你的退休之后还有很好的生活保障跟经济安全。这一点，南韩的这些上班族他们认为越来越没把握，特别是生活的费用是越来越高。 因此，南韩的这些上班族呢，经过调查就很有趣。这些四十多岁上班族，他们认为几岁才能退休？六十九岁才要退休，哇，要干到那么久。他们觉得六十九岁退休，他们才没有足够的钱去能够让自己在未来六十几岁这个晚年的时候，近乎晚年这段过程后中年过程了，还能够活得相当不错。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两个消息。 对于你，我现在，或者是我们在现在看我们直播的一些年轻朋友，特别一些上班族，中午刚刚休息完，究竟你听到韩国的这个消息，所谓他的把他的每个小时的工资提高，而且提高百分之十六那么多，你会不会羡慕？当然会。但你再看看南韩的失业率，特别是大学生的失业率这么高，那你是不是觉得你彼此都有同感，心有戚戚焉？ 其实你在看到南韩调查这么多的上班族、中年上班族，他们未来就是不想退休，硬要想在位置上继续做下去，那我年轻人，我的位置在哪里？因此，你是不是开始有感到非常的担心？很多人分享你的这个担心，我们就举一个人，在上个星期来台湾，让我喝一口水。这个否则的话我也讲不下去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经济。 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对我们这下一代来讲的话，我记得呃，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呃，晚退休是不是比较好的事情？我觉得有朋友来谈晚退休这件事情，我觉得晚退休其实当然不可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也就是经济环境以及大家的身体健康改善之后，因此很多人觉得晚退休好像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晚退休也造成了企业主他必须考虑晚退休的人，他们还有没有足够的生活技能，以及这个工业上需要需要的本领，来继续去让他们能够发展下去。因此，退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未来的经济环境之下，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跟经济以及目前的一个大家阶级性的一个生活议题，就是究竟这么多的年龄大的人，他们还要。 继续的工作，年纪轻的人又是找不到工作，因此这个就业会成为一个蛮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了谁呢？就上次的，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叫席勒，他也来到了我们台湾，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他有一件事情跟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很像。他说，其实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投资啦、买股票，就是一篇篇的故事。 我们都是听到很多故事之后，影响到我们动物的本能，于是采取了很多经济行为。买股票，因为听到很多人赚钱；买房子，因为哇，有听说现在赶快买，房价最低，低的时候赶快要买进；又听到很多房子拍泡沫，所以赶快抛沫售出。也都是听到了很多这种故事，而影响了到你的经济行为。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的预测当中，他认为台湾目前碰到三件最严重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跟我们刚刚听到的韩国数字真是有所关联。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贫富差距是台湾民众未来最面临最大的课题之一。贫富差异之外呢，还有就是高房价，这个事情当然目前台湾我们也深有所感。还有一件就是年轻人特别会感到无力。前面已经是高房价了，已经是贫富差距了。对于年轻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未来人生当中会面临最大的考验。 科技取代人力，也就是所谓人工智慧越来越大的发展，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课题。因此，这位经济学者告诉我们大家，未来台湾有这三项课题。但台湾还有一件事情，其实目前我们也看到，而且很在发展当中，也就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因为他们自己就业的不容易，薪水的低，再加上房价高，于是这些很多年轻人选择晚婚、晚生。 那他们怎么办呢？住在家里，有新一代的所谓的啃老族。啃老族的定义是那种所谓的不愿意上班，也不愿意去这个自己找房住，天天赖在家里吃爸妈的。在过去，这是一个呃不好的名词，在大陆称的他们就就是家里蹲，就是哪里都不去。在在美国讲那个比较好听，叫做归巢族。他不管这些名词，啃老族在过去是一个代表年轻人不能够自立的。 但现在我觉得“啃老族”的名词，我们稍稍要修正，它不是那么一样一个所谓的恶劣来骂人的事情。啃老族应该来讲的说，这位经济学者的用意应该讲，很多的年轻人由于目前他们的经济条件、自己的考虑跟选择，他们觉得住在家里跟父母亲是一个最划算的事情，而父母亲也觉得以他们能力可以照顾自己的下一代，只要他们的家庭还没有所谓生出了第三代，或者这些小孩子还没结婚，都是可以的。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所谓的两代同堂，甚至三代同堂情况。在过去，我们说这叫做福气，但现在在这位经济学者的眼光当中，这对于房价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此，他必须来提醒大家，台湾的情况跟目前我们看到韩国很多的情况其实都很多类似，很多的工业国家面临都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房价高，而目前的年轻人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又碰见了很多的工作都被人工智慧或者所谓的未来机器人所取代，他们未来的找房子跟经济生活会越来越困难。因此，今天我们最后一个话题也要提醒您，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就在这两天，特斯拉，你知道这个车子很著名，它的老板叫做 Musk，啊、呃，穆斯克这个雷兄，这位老板呢，他是 CEO，他这个。 不仅卖车子，而且推行这个无人驾驶车，还这个推行太空科技，主张人命，将来人类将来可以移民火星。他在上个星期呃再一次提出他的警告。其实他这警告在今年讲了很多遍，就是他认为我们的人工智慧在未来可能有一天发展会超乎人类的控制，他们会自己思考，他们甚至在网络上会控制人类的思想，甚至散发一些假消息。 甚至最恶劣的情况会挑起战争。的确，就像那个所谓的科技战争电影一样，最后是电脑发动战争啊，把人类消灭一尽。最后，地球的主宰将变成机器人或人工智慧。这个人，他的 Elon Musk，他基本是很出名的。他今天讲这些事情，就提醒大家应该赶快想想立法，怎么来管制这些人工智慧的未来的发展。 生怕他们搞成了大乱，最后会造成了乱世。其实，人工智慧在今天，我们可以想到，已经影响我们太多了。你的每一项消费行为，你现在只要带着你手机在各处行动，人工智慧就知道你的行踪。它可以整理出你的数据，可以知道你想看什么。你在家里，你选各种电影看，你选各种你在手机上看各种的影片，这些都会被记录下来，形成了一种大数据。 而这个大数据经过人工智慧的快速整理之后，它可以预测很多人类的行为。最重要的人工智慧会自我学习，将来有一天，它可以告诉你：，哎，李先生，你要不要今天去做什么事情？哎，李先生。 选这个女孩子做女朋友不好的呢，因为你过去交女朋友的经验，你的判断力都很烂最后的结果都如何如何，然后出来数据，然后这个女的长得再漂亮你也不要她。你、哎、也可以告诉你李先生，今天中午不要吃这个吧，这个午饭最近发生很多的问题。李先生吃了之后，你百分之八十可能会戒毒，百分之六十你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不能吃。到最后你能吃什么呢？连你妈妈跟你讲的没用，人工智慧跟你讲才有用。人工智慧有它的帮助，但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位美国的科技大亨。 这个 Elon Musk 告诉我们，大家赶快要想想办法来管制这些人工科技他们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讲了三个主题，三个主题：第一个，政治人物能不能够放下他们的对立、他们的敌视，而彼此能够携手、携手同盟做点事呢？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跟小布希在上个星期给我们一个示范，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第二个就是韩国人提高了他们的工时，调整他们经济，但他们也面对严重的失业率，是历来最严重的。台湾人如何来看来我们的工作时间以及人口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年轻人找工作的确会越来越困难，而且你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工智慧以及所谓的科技取代你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了科技专家以及科技大亨提出的提醒，这些。 都可以让您在中午吃完饭、下午上班之前这个短短的时刻，希望给您带来一些有价值的收获跟思考。大云有故事，我们希望明天能够跟您再见，再会。